就是你像这个丁，我跟你说丁木啊，我是得有窗口。丁木他找我费了好大劲儿。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上网查查，他的公司叫莫佳美，他做的好大。哎，墨西哥、加拿大、美国嘛，他费了好大劲儿找的我，这样没有窗口不行。哎，我也没指着挣钱不赔你。